開心啊，興奮。即係我哋自己攞唔攞獎，即係我哋成隊攞唔攞獎冇所謂，但係保琪呢個新人獎，即係成日話一新人得一次嘅啫。係啊，等佢好開心嘅。好緊張喎、啊！之前一直都係估緊究竟第二、第三係幾多咧咁樣。即係佢已經攞冠軍喺我心目中，因為第一係好難挑戰到，係啊，同埋即係人貴自知啦，呢個獎已經夠啦，即係亞軍係已經夠咯，因為冠軍等於亞軍對冠軍啦，根本就已經自己嘅冠軍，同埋其實你多帶銀器攞個銀係著數啲嘅，係啊，係銀即係好少帶金咯，但係你就下次攞金噶咯，我係啊，因為我哋新人係咁啊，即係銅啊，我上年攞銅啦，佢攞銀啦，佢就攞金噶啦，係啊，係啊，咁阿 D 下年就會出道，所以佢帶金撈咯今日，係啊。有的有的係啊！喂，咁絕對梗係冇啦，全部都係靠投票嘅。但係即係你只係喺個計算題裡面咧，即係大家用個數簿計數噶嘛。如果 Mira 唔出人嘅話，佢係佢個金可能係金像獎個金啊，係啊。我都希望有機會啊，有機會啊，係啊。新晉男配角係啊。我不嬲都感動啊！其實大家都係冠軍咯，因為我哋喺我音樂圈裡面咧，即係。我哋好努力，可能做好多音樂嘅作品啦。咁其實喺我哋好少係好多音樂嘅 show 可以做到，好多 festival 啊，好少 show 做到咯。即係我哋音樂路係難行咯，但係我哋都堅持咯。即係肥仔又堅持做跳唱歌，193而家又即係做嗰啲新歌比較辛苦啲。即係嗰個堅持其實係唔係咁簡單對於我哋嚟講。係啊，所以記得聽我哋新歌。冇嘅，未出。啊有排有排，因為今次要錄好耐好耐好耐，聽住佢哋嗰兩首新歌先啦。我哋團歌都已經差不多出噶啦，應該搞緊啦團歌。聽團歌先咯。我覺得我首可能快過團歌添。唔好啊，你而家宣傳埋。係啊，因為聽住肥仔嗰首Fat and Flash 先啦。係啊，雖然我自己我冇嘅喎，我好大愛嘅喎。唔係啊 ，Candy。咁佢應該係中意 Vivian 啊。咁 Vivian 未必算係自肥嘅，其實係啊，會咗咯。係，如果 Vivian 都算自肥，就好自肥喎。係啊。肥仔 OK 啊，偏嘅平時都。肥仔係嘅 ，Vivian 嗰 part。Vivian 肥仔好中意 Vivian 嘅，我睇個730佢都成日都見到 Vivian 係唔同樣嘅。係啊，由演唱會仲起啊，又揾佢做嘉賓又成，佢一路都瞄住 Vivian 嘅。佢都成日借啲嘢抽 Vivian 水咯。呢條路鋪咗好耐啊。係啊。咩啊？我冇啊冇啊，我同佢講咗先，我先揾㗎。冇啊，佢啊邊個啊？邊邊唔會啦，雙贏啊嘛，係啊，係啊，冇嘢冇嘢好喊啊，有啊，邊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只不過你下年會有啱嘅，即係出到，即係出單飛啦，你就攞金獎㗎啦。哦，下年啊嘛，下年就其實我諗唔係，因為我如果有得做音樂咧，我嘅目標都好簡單，都係想浪費公司嘅資源。其實唔浪費㗎，即係同埋想養活一啲我覺得啊好值得欣賞嘅音樂人，係啊，即係呢個係我做音樂嘅目標咯，係啊，浪費公司資源。養活一些值得養活的音樂人，但其實不是，因為呢阿 D 那首成名作《雖以為名》呢在唱歌熱榜裡面是20頭的，我每一次去唱 K 的時候都會點 D 歌《雖以為名》的，是啊，有個這樣都市傳說我都未 fact check 過，是啊，我們有影低給他看的，是啊，他說去唱 K 唱 K 都會入熱榜的，我首歌熱榜的，是啊，頭20的，是啊，首歌已經變成我唱的了嘛。OK 3 2 1 sorry 我今天喉嚨有點不舒服，是啊，好，我們幫他唱3 2 1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，所以話你哋真係唔識唱歌，嚟一條啊！唔係，我覺得阿 D 係有機會，其實下年係有機會攞金獎嘅新人。只要我哋嘅策略係叫 Mira 唔好出任何人做新人，咁又有機會啊！係。但係頭先阿 Tony 阿恆仔坐喺你前面，叫佢唔好出歌喎，都係。係啊，出歌教個 auto tune 咪得咯，有乜所謂啫？恆仔，恆仔都係我好欣賞嘅音樂人。如果我出歌，我都揾佢做嘅。教個 auto tune， 首歌就叫你唔好出啦咁樣。未教過你做，有冇諗過？佢不斷好努力說服我唔好出啦，你。係啊，因為貧窮限咗佢工作態度，因為咧其實佢平時好多甩漏啦，大家都明啦。咁但我相信係因為工即係未加人工嘅，如果加到500啊嗰啲，其實佢已經可以叻咗好多噶啦。係啊，500啊、100啊嗰啲咧，已經多咗好多啊。因為少少嘅叫恩賜咧，其實係大大嘅鼓勵，鼓勵係啊。係啊係啊。補貼佢，補貼咗好多噶啦，大家都唔搞啦。即係我哋其實本身都已經一個慈善機構嚟啦，係啊。有 Era 慈善機構其實都比較窮，可能呢排拍多啲廣告啊，幫幫手。係啊係啊，係咯，同埋我哋想開 show 咯，就開下 show 啦，最好就淨係唱歌嗰啲啊 ，top 嗰啲唔搞住啦，真係想開個如果我自己個人真係想開個精氣音樂 show， 唱多啲歌啦，希望我哋出多啲歌啦，希望一年可以出多幾首啦。係啊，出幾首就全力出歌咯。有啊有啊，
佢話有隻女鬼侵犯咗我啊嘛，但我冇聽過啊，佢 WhatsApp 冇同我講侵犯咗我，佢話依個生意 OK 噶啦，有咩唔舒服咧就去我壇揾我啦咁樣咯。咁你舒唔舒服啊？我好舒服啊，但係佢話我俾女鬼侵犯咗，我而家我講埋有啲唔舒服咯，覺得。咁你係講日文定係講普通話？你喺嗰邊揾個觀音坐下年先嘅。係。嗰只鬼係觀音，所以佢坐我個年。係啊，宇宙話誒七師傅講過啊，因為鬼係唔需要同語言嘅，佢係一個頻率咁樣啊嘛，講咩話都得㗎。嗯，明白，收到你。冇錯，但係而家就誒，你叫我哋攞獎啦，嗰只鬼應該係帶嚟好運咯，為我哋。係。嗰啲外國女妖好吸引啦，你嗰個精氣神，精精氣神吸你嘅精氣神。我以為淨係吸精添，原來氣神都有吸到啊！我呢排有啲攰咯，所以 OK 嘅。大家期待下睇我節目啦，暑假出㗎啦。好啊。好嘢。Thank you。